乱调查点名两女星，综艺大热门被屌爆。由吴宗宪、陈汉典和露露主持的节目《综艺大热门》向来很有人气，还曾入围金钟奖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。不过，该节目粉丝团却在网络上点名谢洁玲和李毅两位女星，做谁私生活看起来很淫乱的调查。你有事吗？鬼才有事。就让吴宗宪的宿敌陈怡很酸，私生活很淫乱，现在怎么看出来啦？也被许多网友批评不妥，痛骂这种父权思维与乱贴标签的行为让人作呕。如果你家女儿被人家做这种调查，作何感想？被网友屌爆的综艺大热门粉丝团拿掉该则调查，并表示大家的意见我们收到了，未来内容制作上会更加谨慎。谢谢大家，大热门永远爱你，啾咪啾咪。不过还是有网友回，我因看了冒火，啾咪个屁呀！娱乐动新闻，下次要谨慎一点啊，报道。